加危险。好，你可以按，那我就可以了。从头开始。可以吃吗？那可以吃吗？什么味道？我们跟神因为有很好的关系，因为有虹桥，然后之后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被命束缚神的事情，所以桥就断掉了。然后我们就用做善事的方式来弥补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嗯，啊，是善事是什么？啊？善事是什么？就是捐钱啊，救助那个很穷困的人。可是我没钱。哦，没钱了，那你就出力吧。我也没力。那你多吃一点就有力了。就有死亡挡在我们跟神的中间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让我们跟神又重新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，然后死亡就不见了，然后就这样。好棒哦。